零和一的数字组合能得到什么？神奇的二进制密码，有趣的单机小游戏，连通世界的万维网，颠覆认知的人工智能助手。如今，数字技术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，助力青年成长。中国青年报社《青年数字发展调查报告》显示，88.6%的受访者觉得数字技术让生活更加便捷智能了。00后对此认同度最高，其次是80后、90后。具体来看，线上点餐、智慧医疗和线上购物是受访者体验最多的数字产品与服务。60.0%的受访者觉得智慧城市让出行更便利了。53.1%的受访者表示，智能家居提升了生活品质。46.8%的受访者感叹，一部手机就能开启无卡生活。数字技术不仅让生活更便捷智能，更让天涯变咫尺。调查中，69.4%的受访者觉得，数字技术缩短了人与人的距离，让世界变得更小了。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，54.2%的受访者表示，社交媒体促进了全球信息文化传播。53.5%的受访者认为，数字技术打破了时空限制，让企业间的合作更便捷了。还有50.8%的受访者觉得，即时通讯产品让跨国沟通不再是难事。除了享受数字生活带来的便利，青年也正在借助着数字技术的东风，实现自身发展。数据显示，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物联网是受访者最感兴趣的三大数字技术。57.2%的受访者表示，自己有在数字领域就业创业的打算，发展前景好，工作方式灵活，薪资待遇好，是受访者愿意在数字领域就业创业的主要原因。然而，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，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，数据的开放共享，数字鸿沟、算法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，也正在成为青年数字发展过程中的拦路虎。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，青年应该提升哪些能力？调查中，数据分析处理能力是受访者认为应该着重提升的能力。除此之外，要想融入数字发展的浪潮，网络工具的使用能力、学习能力、创新能力等也是受访者认为不可缺少的能力。除了个人成长之外，社会也应当积极助力青年数字发展，引导青年提高网络信息辨别力，破除信息茧房，为青年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智能服务，在就业创业、文化、教育等领域，让数字技术进一步赋能青年发展。从零到一，再到01的排列组合带来的巨大能量，数字技术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智能了，也让青年发展充满了更多可能。正如2023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的主题所说，青年团结行动，创新驱动发展，期待更多青年团结协作，在数字化浪潮中实现创新发展。